里啊？温馨呢？温馨，温馨去上班了，是他找我来的。他找你来干嘛？你还说我们嘞？我们都担心死了。昨天温馨回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你在睡觉，而且睡得很熟。早上叫你又叫不醒，他要赶着上班，所以只好叫我来了。孙总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不是发烧了？还是你哪里不舒服啊？没有啦，我没事啦，可能太累了。你昨天说你去那家 bar 试唱，唱的结果怎么样？他们找到人了。找到人了。嗯。啊，没关系啦，再试试，一定还有机会的。我那个粥煮好了，我刚看了你的冰箱，里面好像没什么吃的。我想我去买点小菜回来，很快就回来，你等我一下。嗯。那我去喽。大红人来喽！干嘛？连你都取笑我？我不是在取笑你，我是真的为你开心。好，我再讲一件让你更开心的事。有人找我去学校表演哦。表演？就是有一些学生听到我在地下道唱歌，他们说喜欢听我唱，所以就找我去他们学校表演喽。哇，那真的是太好了！哎，韩先生，恭喜你，我真替你感到高兴。快走啦。怎么，他走你很失望？没有啦，反正也没什么好期望的，是我自己决定不要的东西，我就不会后悔。你怎么最近讲话像在打哑谜似的？可能是最近运气突然变好了，有点不知所措，所以才会语无伦次。孙总，我们以后还会是好朋友吗？当然咯，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啊，我又没有典当到云奇。典当？没什么啦。放心，你要保重哦。妈，走吧。Peter， 你要照顾孙卓。平常没时间，所以今天早一点收工才来看你啊。怎么样，这么久没见面，不欢迎我？你来看我当然高兴啊，可是你的经纪人李平不是不希望你到这来吗？他是我的经纪人，又不是监护。他这么做啊，也是为了你好，不想让你招惹是非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没让他知道啊。你没让他知道？嗯。这样好吗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我总不能因为发片搞得连朋友都没有吧？可是唱歌发片不是你最大的梦想吗？实现梦想跟交朋友应该没什么冲突吧？况且要不是你跟温馨的支持，我可能早就挂在半路上了，怎么还能挨到现在有机会发片呢？所以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，不管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，你跟温馨都是我最重要的朋友，也是家人，这一点是永远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那韩先生呢？韩诺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跟温馨是你的朋友，也是你的家人。那韩先生他又是你什么人？韩先生，对我来说，他是一个
不可思议，而且独一无二的人。这么特别、啊、何止特别，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他绝对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人。我懂了。懂什么？我会一直把你当我的家人。对了，说到韩诺，我很久没看到他了耶。哦，那他下次到店里来的时候，要不要我告诉他你在找他？好啊。你的八号当铺。谢谢。